这狗呀，老板娘也住在200块钱的房子，我也住在200块钱的房子，然后就住在一块儿嘛。然后邻居嘛，我真服了，你们怎么想的？是邻居哦哈。这是我邻居，我哎，这个生蚝为什么这么贵的？不是20000吗？我买这么多，你会不会给我便宜点？那买的很贵，那个隔壁一个，我来捧你的场。我们俩住在家，我们俩是邻居，我来捧你的场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这个邻居这没有优惠价吗？咱俩是邻居，没有优惠价吗？给你打骨折要不要？你打个骨折。OK。这老板娘拎不清的是不是？哎，咱俩是邻居哦。我们俩是邻居啊。好、哦、丢人啊，奶奶啊，都看见啊。 OK 然后错了，穿了鞋人哥，这没多少的，那你自己吃得完，没多少吃得完啊。我自己吃得完是吧？ OK 应该吃得完，丢人啊。我要吃个生蚝，然后谢谢了。我再不吃生蚝，我感觉明天爬不起来直播了。昨天直播啊？白天要直播的，不直播我吃啥呀？啊？昨天直播，晚上直播。白天直播，晚上直播，对啊，完蛋了。看着不错呀，看着这一盘真的不错，有食欲的啊，有食欲的嘞。坐这边 OK 了，坐这边 OK 了。这是不是你的手机？是啊，我的手机啊。啊？哎呀，看着不错。什么意思啊？光吃一个小。是流口水了，是那个，这是老挝美食生蚝，老挝美食哦，然后老挝的美食生蚝。哎，你真要送我一瓶水啊？哎，老板娘，你真要送我一瓶水啊？那买单不就好了吗？哦，晓得是您。这水不是便宜的吗？啊，送我的，这水2块钱呢。我吃了，杭州哥，我谢谢了，我靠。吃吧。哎，杭州哥，我谢谢你了，我靠，我是再不吃这个生蚝，我感觉明天都起不来直播了。这么烫，好吃吗？烫，好吃。非常好吃，好。那阿涛怎么说？不好吃呀、啊，阿涛呀。阿涛主要是不是屌丝，还有我是屌丝，我感觉好吃。阿涛是少爷，阿涛是王爷，阿涛王爷不是。阿涛王爷我娶的，阿涛王爷。原来不是王爷吗？而且。